这第二个问题是夜间可不可以躺着看录音带啊，就听经啊，看录音带。因为关了灯听呢很长时间，戴上耳机啊又不影响别人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只要你肯听啊，怎么方式都可以，就怕你不听，躺着听也行。注意记住，特别对初学，初学你说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有罪，算了，我不听了，不学了，你不是把人学佛的机会打断了吗？那初学的人说，我喜欢躺着听，行，什么都行，他说那可以，我能接受。你一定要限制他怎么怎么说，他就不学了，学佛的语言就断掉了，这个呢是我们的罪过啊。所以对于初学的人啊，提什么条件统统可以，没有一样不答应的。